今晚某珠宝晚宴活动上来了不少当红明星，我们来品品无修图的红塔照吧。首先是山峰大哥，今天秦岚走的是甜美小公主风，粉色蛋糕裙搭配公主头，非常温柔俏皮，皮肤状态也不错，不过感觉秦岚有点长肉了。董洁今晚造型雍容华贵，气质真的胜出了，近看颜值也很能打，脸没有垮。马苏身穿无袖白色礼裙，发挥比较稳定。张兰心好身材藏不住，很有狂野的魅力，不过妆容略显寡淡。明玉小天使姜子欣实在太瘦了，肩膀真的很窄，但是年轻就是好，脸十分有少女感。斜刘海的沈梦辰有点认不出，礼服的设计也有些累赘。吉克隽逸在一众白到发光的女明星中很特别，不但有健康的小麦色，还有明显的腹肌。男明星方面，任嘉伦发福明显，过低的发际线有点抢眼。朱正廷状态很不错，连小五官也精致。年纪稍大一些的乔振宇略显疲态，但还是记忆中的翩翩公子。